娘，娘，我被土匪打晕扔茅房了，是夫人救了我。娘，娘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太夫人，蓉儿冤枉啊！住嘴！奶奶，您不要听苏烟的一面之词，福良被绑架不关我的事。臭女人，你陷害我！嘿。 你说我陷害你？就是他，你个臭娘们，你害死老子了！连老子把那小子去领赏去，还从关我石乡的河拉的，老子要你害惨了！够了！臭女人，你坏我好事，我要杀了你！放肆！你以为我们福家是你随便撒泼的地方吗？官爷，把他带走。走。 等等，不送，走，父亲，父亲，都走吧，你留下。 我不管你来历如何。 如梦令下落不明，朝华城风起云涌，大少主树敌太多，最终被百里文龙抓到了把柄，府邸被抄，大少主是连夜潜逃。那么三少主呢？
最终已经成为继任城主之位的不二人选。萱儿的情况如何？少主，凉州的小鸟说，姑娘本已离开福家，但又回去了。嗯，都说姑娘慧眼戏，根本看不出来是假扮的夫妻。 你今天怎么总黏着我呀？很闲吗？新婚小夫妻粘在一起不是很正常吗？我帮你画眉好不好？你要出什么福啊？你我虽然拜过堂成过亲，但从来没有做过夫妻之间该做的事情。今天，我想做你名副其实的夫君。这第一步当然就是画眉了。 嗯，傅大傻子，这画的是什么呀？开玩笑，传说中的画眉高手就是空手。不要紧，下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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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应该有一些好的消息了。燕儿，你拿着。娘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娘嫁入福家的时候，太夫人给娘的百子千孙玉佩。你拿着，爹和娘就等着抱大孙子呢。嗨，这抱胖孙子，您肯定指望不上玉佩了，还得靠我，我责无旁贷。那爹娘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这大清早的，你们干嘛去啊？去给你们的大胖孙子挣奶粉钱去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当然是来体验生活了。以前啊，爹当掌柜的招呼客人，娘做老板娘算钱结账。今天我们就跟他们一样，夫唱妇随。福大少爷当掌柜，不知道会闹出什么幺蛾子。放心吧，绝对没问题。哎呀，福大少，好久没有来找您，就是嘛。哎呀，这个是我先，是我先看中的。哎呀，哎，我也想要一个。看看，看看，我先的。哎，您先选，先选，选完了以后我来帮你们挑，好吧？啊，过来，过来看。那选什么？这是个是。福大少，福大少，看看我这个好不好看？真看这个，我尊敬各位光临福庆楼，我知道各位都很想要福大少爷的陪伴，但是你们人这么多，福少爷却只有一个。嗨，但是今日只要每人购买一样珠宝，到我这里结账之后，便可得福少雅间相陪一刻钟啊！没错，多买多陪啊！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结账，结账。啊，这个五两。啊，这什么操作？哎，可叹世风日下，我以真心待人，却被迫卖笑接客，真是所托非人啊！谁叫你以前不学无术，整天流连青楼呢？好不容易有点作用，当然得物尽其用了。生气了？小气。哎，今天我跟萱儿说要过一些寻常夫妻的生活，但是我刚刚想了想，还忘了一些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寻常夫妻结婚后啊，夫君
都会把自己的财物交给自己的夫人保管。这个就交给你了。以后有劳夫人持家了。那你以后可得表现好点，否则的话小心我克你的乐器。娘，娘，您找我啊？兴隆客栈的老板娘送过来的。妍儿，这么贵重的物品怎么遗落在她那里呢？谢谢娘，我居然会把三哥给我的簪花拉下。啊，你干什么？少夫人饶命。是三哥送我的簪花。是那个簪花重要，还是送你簪花的那个人重要？萱儿，你心里终究是放不下的吗？去给凉州的小淼送个信。是。这个大傻子又跑哪儿去了？从你嫁给我的第一天起，我就喜欢上你。我在想什么？我在高兴什么？期待什么？记住，你活着只为一件事，做三少主的左膀右臂，为三哥而生。萱儿，等我当上城主，你就是我的城主夫人。可我不想做你城主夫人。父亲，三哥，我这一生能不能听从我自己的选择？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唉，一天不见人影，又跑去哪儿了？唉，大少爷最近每晚很晚才回来，身上还有股香味，肯定是又看上百花楼哪位姑娘了。不会是走了个蓉儿，又来了个什么二房夫人？这个福大傻子，前几天还好好的，怎么又开始犯毛病了？不是我的吗？他要干什么？他拿我的首饰盒，他把它当了。这个福大傻子，这么晚还不回来，难不成真的喜欢上了百花楼的某个姑娘？因为没钱，所以偷偷拿我的首饰盒去当了？不行。我要问个清楚。福大少爷，让我好等啊。夫人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啊？你拿我的首饰盒做什么？什么首饰盒？你跟我装傻呢？你偷偷拿我的首饰盒去典当行做什么？难道他知道了？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果然我就知道你喜欢上百花楼的某个姑娘了。是不是那天也在福晋楼？你告诉我她叫什么名字，值得你偷偷的把我的首饰盒拿出去当了。姑娘？什么姑娘？原来这丫头会吃醋啊。那夫人是气我当了你的首饰盒，还是气我去百花楼找姑娘？我气你个大头鬼啊！你拿我的钱去找姑娘，你家缺这点钱是不是啊？莫少欺负人！真难得啊！自从你转行开了当铺，可是很多年没见你亲自动过手了。
本来想装在首饰盒里给他个惊喜，不过这小丫头现在正在气头上，会不会适得其反？在等我？好，说几句甜言蜜语我就原谅你。说呀。昨天晚上我还敢提昨晚？去。还是换个时间再给他吧。娘，您找我。燕儿，转眼就八月节了，娘给你做了一身新衣裳，快试试，看合不合身。八月节？八月节是非常重要的节日，众百姓盛装，在街上吃喝玩乐，祈福来年，五谷丰登。那么青年男女呢，放河灯，诉心愿，直到子夜，尽兴方散。娘，你去哪里了？啊，没有啊。他还能去哪儿啊？百花楼才是他的家。你俩是不是吵架了？那不能，舍不得吵架。就算是吵架，也是床头吵床尾和。我先回去了，燕儿，你赶紧把衣服试试，看合不合身。嗯。八月节呀，就该大家聚在一起吃个团圆饭。是啊。是长这么大。还是第一次吃团圆饭、啊、我差点忘了，今年我们家有新媳妇儿。雅儿、你没跟她说吗？莲心湖，永结同心，白头到老，我也想去。雅儿，在凉州过八月节，新婚夫妇啊都要去莲心湖放灯，求个长久。跟佛爷吗？他是不是还在生气？要去就快点去，别磨磨蹭蹭的。太夫人，爹娘，我头一次在凉州过八月节，我想去看看热闹。好好好。你想去啊？那小爷我勉为其难的陪你去得了。大可不必，你可以去陪百花楼的姑娘。太夫人，爹娘，嫣儿就先去换衣服了，告退。果然还在生气。去啊、快去啊。去啊。去。八月节啊，好热闹啊！小心一点。看，那个就是莲心桥。八月节这天，我们都要去桥旁放莲心灯，求姻缘美满。请夫人取灯座，公子拿灯芯，灯芯燃尽前要相合呀。哎，二位，男左女右啊，他得分开走。莲心桥上，咱们再聚首。桥心相合湖中游，有情之人你们终将到白头。这个风筝包起来。这身上的香味尤其重，肯定又去白花楼了。谁要和他天长地久？喂，真在桥上相遇了，我养你啊。黑灯瞎火的，别走丢了，笨蛋。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，你个富大傻子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为何这么在意？会因为他的举动开心，又莫名其妙会生气？我与他不过是情急之下演的一出戏。戏里的场景有什么用？曲终戏散，别吵。你没事吧？啊！多谢姑娘，这是失礼了。为何她既拿着灯座，又拿着灯芯？今天本该我们一起来的，可她为了救人，人就上来了。可她，她呀，我们刚成亲的时候，就张罗着八月节和我一起放莲心灯，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完成这个心愿。自顾说了这么多，你夫君应该等急了吧？我才没有夫君呢。撒谎，脸都红了，是不是闹别扭了？其实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，可是他有时候做的事情让我很生气，真的好害怕这种感觉，开
心也怕，生气也怕，更害怕失去，失去拥有这种开心和生气的时光。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。我懂你的感觉，因为爱他，情绪随他而动，开心和生气因他而起，但最让人害怕的是失去他。这是爱吗？他那天出门，我们因为前大局已定，三哥待归。小子跑哪儿去了？不会真迷路了吧？原来在这儿呢。怎么才来啊？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出现呢？为什么要让我在这个时间才遇上你呢？怎么了？怎么还哭了？没什么，一直找不到你，都生气了。好吧，我错了，我带你去放莲花灯啊。好，走。福大傻子，你一定要幸福啊。有你在我就幸福啊。福燕，往后余生无论有没有我，你都一定要幸福。哇，好美啊。嗯，喜欢以后年年带你来。至少此刻别留遗憾吧。我有话要说。什么？我哇，好漂亮！你看，你说什么？我喜欢你。啊？你刚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
看看这个。这个色真好看。这个，哎，人呢？明明刚刚还在这儿，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？吃一个。哎呀，别吃了，今天这么甜，给我吃好了。大局已定，三哥待归。这小丫头今天怎么了？情绪不对。哎，你怎么了？生气了？没什么。那给你吃。好。如果我不是百里行玄，如果我就是苏燕，如果连心灯真的能让有情人慕白首，如果佛爷真的是我夫君，如果这一切如果都是真的，那该多好。哪怕这一切如果都不是真的也没关系，只要时间能够永远停在现在这一刻就够了。林小辫跟那些同的丫头必定是百里，如梦令已经还在他手上，咱们找机会做了那丫头，夺得如梦令，主人就还有机会翻盘。走，给你红包。谢谢奶奶。哎呀，今年八月节呀颇为热闹，希望来年能保佑我们太康。是啊，叶儿他们两个呢？怎么这个时候了还不过来？萱儿，媳妇儿，百里小姐，三少主派我等前来接应。好，走吧。如花如尘，藏经年旧恨，书信皆伤痕，掀几分热忱。傅爷，我该怎么向你开口告别？这封告别信我该怎么写？今朝与君别，此生难再见。吾乃朝华将门女，有命在身不可违，君恩不言表，若有来世愿再与君执手白头到老。这样写不好，你告诉我，我怎么写，我会不那么难过，而你要会好受一些。老太夫人，大少爷方才急匆匆出了门，让我跟您说，要带少夫人出去玩几天，说让老夫人和老爷夫人别担心。说完他就走了。什么？他们出去玩也不急于这一时啊，赶紧把他们叫回来啊。你别说了，他们愿意出去玩就让他们去吧。哎，但愿不要出什么事啊。去，留了几个字就想走人，本少爷待到你非好好教训一番不可。师父，师父在此等候，只想奉劝一句，悬崖勒马，不要强留该走之人。师父，我可以答你任何事情，但唯独此事不行。为师是为了保护你，保护福家，你怎如此执迷不悟？百里家和福家不共戴天，你可一定要记得。人活在世上，开心是一时，痛苦也是一时，我不想让自己成为仇恨的附属品。也许是我不孝，
但我想，若仙人有灵，他肯定希望我们活得快乐，而不是生活在痛苦的执念中。我想，师父您教我武功，也绝不是为了复仇，而是为了让我行侠仗义，保护我爱的人。师父，我爱玄儿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为师多说无益。去吧，有我在，你不用担心家里。为师尊重你的选择。谢师父。快追！千万别在家出跑啊！你们还真是阴魂不散。快把荣梦令交出来！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交也是死，不交也是死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心！小心！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就。萱儿，萱儿。曾经念旧恨，数心结伤痕，掀几分热忱，为担负圣恩，却做曲中人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多少痴欢，萱儿，来了，萱儿，萱儿。醒醒，萱儿！小伙子醒了，幸亏老汉我靠采药为生，家里还有点金疮药。敢问，这位姑娘是你什么人呢？她是我夫人。你可要心理准备啊！她中毒了，我救不了。老婆，老婆，求求你起来，你救救她好不好？起来！不是我不想救，这不是一般的虫叮蛇咬之毒，实在是老汉我没这个能力，我也没这个本事啊。老汉我就是个采药的，哎，我想起一个人，有一个神医，就住在这山上，但是他轻易不治病，人们都管他叫怪人。你要是不死心，不妨带你夫人去碰碰运气。喂，你可别死了，本少爷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敢摔下几个字就走，等你醒过来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话说前几年山上来了一位高人，此人性子古怪，治病看缘不看钱，只救命中该救之人，那不该救之人呢，死在门外他也管不了。这俗话说得好啊，这叫命由天定。也不知道这个百里姑娘此番能否脱险？有客到，开门迎接，只接女客。是是。秋水夜，救救他。师父，药上完了。那个姑娘也不知道是得罪了什么人，要不是遇到师父，肯定就翘辫子了。她醒来之后肯定要感谢师父才是。命由天定，她会得救是老天爷的安排，不是我的决定。师父，那门外那个老天爷又是怎么安排的呢？醒了。嗯，醒了。醒醒，你别吓我，醒醒。福爷，福爷，
娘既已无碍，可以离开了。师父，师父开门，师父，师父，我求求你好不好？行李放在门旁边，拿上快走吧。这是药，来，把它喝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小心。师傅，那个人会死吗？无大碍，他命大着。喝了我师傅这么好的药，就算是个死人也能活下来。哎，夫人。这走路的速度也太慢了，我背你上山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，像你这么走，我们要十天半个月都下不了山了。哎呀，这山上会不会有狼啊？啊！闭嘴！夫人，你是不是故意离家出走，然后想跟我独居山里，你侬我侬？你。这家伙看来有劲折腾，那个嘴硬心软的怪神医啊。喂，我是真的受伤了。哎呀，老头子快出来，他们回来了。哎呀，快。哎呀，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姑娘，你为了熬这碗粥，差点把我房子都给点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个姑娘，你看见这粥熬成这样，我帮你重熬一碗。哎，这是我媳妇儿给我熬的爱心粥，怎么能倒了？是不是啊？不行，真的。这么难喝，你还是别喝了。不，这是你第一次为我下厨，我一定要把它喝完。哎，我再去给你熬一碗。那、不必了。不行，真的要再熬一碗。我怎么了？头有点晕，我站不住了，我这。哎呦！我去倒点。你命可真大，我从来没见过受这么重的伤恢复还这么快的人。多谢老伯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喝了这水囊里的东西，感觉精气神一下就回来了。原来如此，这八成是那位神医的仙药，你可真有福啊。这神医到底什么来头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呀，别缝了、哎！你干什么？我还没弄完。你看看你的手，你看你再缝，要把我媳妇扎漏了。我还没弄好呢。我不许你缝了。哎呦，你看看这小伙子，真会疼人。丫头，我只要你好好的，不要再突然跑掉，丢下我一个人了。我再也不想离开你。大局已定，三哥待归。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？没什么。哎，我都已经好了，你看，我现在吃嘛嘛香。身体不，夫人，审查如何？要不我们上路了。感谢二老救命之恩。哎呦，使不得呀！大爷，大娘，我们俩的命都是你们救的，
再次打扰这几日，添了很多麻烦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你说这话就客气了。你看，自从你们这一来呀，我这家都热闹了。是啊，姑娘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，下次来呀，争取给大娘带个大胖小子来啊。得嘞，下次我们给你带两来。来，拿着你们路上吃啊。多谢二老，咱们后会有期了。孩子一走，我这心里面这就快到朝花了。喂，你是不是又想背着我逃跑啊？没有啊。哎呦，娶了一个整天想背着金夫逃跑的媳妇儿，该怎么办呢？福燕，我必须承认，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好喜欢你。我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非常开心，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么大的快乐。有时候我甚至在想，如果我真的是苏烟而不是百里家的女儿该有多好。但是命运始终都要回到原来的轨道上。雪儿，我明白你有自己的使命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你做的事情和我们的感情也并不冲突。等你完成任务，我们一起回凉州，好吗？对，我把如梦令带回去完成任务，然后跟父亲说清楚，我不要嫁给三哥，我已经有夫君了，父亲一定会理解我的。好啊，福大傻子，你等着我，你一定要等着我。好。大少主，你拉帮结派，图谋不轨，老城主夫人已经畏罪饮了毒酒，临死前托把这免死金牌给你，留你一条狗命，苟活于世，开心吗？杨青，你枉我这么信任你，你这个畜生，你不能好死！你，哼，母亲，大少主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走吧。大少主大势已去，是黯然离场，那么在此按下不表。禀少主，百里小姐来信说已到昭华城郊外的圣安镇，明日便可到。好，不愧是我百里家的女儿，明日老夫亲自去城门迎接。杨青你也去，如梦令一到手，就可以准备城主继任大典了。好吃吗？哎，你看那啊，哎，明日。
轩儿回来后，不知三少主有何打算？本少主方才在想自己到底缺什么，思来想去，好像什么也不缺，唯独缺一个城主夫人。告辞。老狐狸，傅大人，傅大人，傅大傻子，傅大傻子，如花如尘，藏经年旧恨，书信皆伤痕，掀几分热忱。站住，今日城中有要事，城门不开，来者何人？开门，快去禀告将军，大小姐回来了。三日，我在兴隆客栈等你，三日后见。查一下那个人的底细。是。爹，雨儿回来了。不辱使命，好女孩。成了。拜见三少主。轩儿幸不辱命。轩儿，三哥很想你。三哥，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身边了。如何向父亲开口？少主对百里姑娘真是上心了。自长衣走后，我身边真心待我的只有轩儿。不要提长衣，若不是百里文龙他。少主，您真的要娶百里家的姑娘？轩儿是轩儿，不要换我意他。少主，可轩儿她毕竟姓百里呀。若是他再当上城主夫人，恐怕百里文龙在这城中的气焰更是要高到天上去。少主切莫养虎为患的。我意已决，下去吧。如梦令已经归位，我现在去找父亲说清楚，他一定会成全我的吧。小姐，天凉了，咱们回屋吧。还是明天去吧，正时些。轩儿。三哥，你怎么？身为少主，三更半夜来到女儿家属实不妥，但是三哥是真的想轩儿，所以就过来了。三哥可是有什么急事？走，三哥带你去个地方。将军，刚刚三少主带着大小姐出去了。
你下去吧。是。小姐的所有动静都要随时来禀报。是，奴婢谨记。嗯。香儿，你看。喜欢吗？多谢三哥。我记得小时候陪你去放孔明灯，你会对着灯许愿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我要给你无数个愿望。萱儿，我要把一切都给你，嫁给我，嫁给我好吗？我不想用城主礼仪来封你为城主夫人，我知道你不喜欢那样，所以我特意用民间的方式来向你告白，萱儿。嫁给我。三日，我在星光客栈等你。三哥，对不起，现在有些晚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少主，要差人带回来吗？不必了，他可能刚回来，还没有适应。我的萱儿在外面待得太久了。继任大典需要本少主离开七日，这段时间不能来看萱儿。百里将军，替我好好照顾他。少主且放心去，我定会照顾好萱儿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这是三少主送我的糕点，你尝尝。谢谢小姐。嗯，好好吃啊。这都三天了。少主已经按规矩去斋戒，为登上城主之位做准备，近来城中事务就有劳将军了。那是自然。小姐可好啊，少主很是挂念，特意嘱托臣来问候。来人，去把小姐请来。不好了不好了，将军，不好了，小姐不见了，他们约了我，还穿走了我的衣服。什么？派人给我去找。是。将军可知小姐在凉州时已与人成了婚？你想说什么？那是为了如梦令不得已的权宜之计。哦，可在下听说两人还日久生了情。杨总管说话注意分寸。在下也是道听途说，将军千万不要当真呢。哼，总客。去哪儿？父亲，